请教。现在上我有个高位了，我个摆开掉这个西蒙一顶山，注意来哟。这个老命得要来配恁这亲妈蛋哦！你赶紧甲恁教主庄家人讲，赶紧提药来甲我解救。我已经吃到这个毒参了，有胆若无赶紧提来我吃，我一声得要翘起咯！赶紧的哦！明若无，予我地多面一个兵，唔惊恁这大家乌龟兼杂种了。哈哈！你这个醉鬼，什么多大的灵威？什么药丹？哎呀，跟你讲你不要听呢，跟你讲我都吃酒去吃唔对，去吃着毒酸，啊你才听无呢？啊，恁家拢装混蛋呐、啊！哟、哎！要叫我这个第六条山坡给断了命了啊！用第六条的魔音传到大家的外国兼起错了。想灭掉这棍叉呀！那无甲提出来，当然是要拼生死哦。哈紧了，药等管提来，要无我呢哦，巴肚肠啊肠肚样，这边乱去啊啦！哈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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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无药等的，就都是杀人的绝技。你敢会啊？啊，甲相杀对了，卖个大咧，甲伊断嘴过，嗯。啊！我生生第六条线嘛是爱甲断落，断落去的时阵啊，大兵老人的连环飞行八招嘛是爱甲杀落你咧。啊！你这个醉心功嘛是都爱甲杀落，甲杀落自然有胆对挑你，你这是讲啥？好啊，也杀落去啊！Thank you.
要帮助到伊三母。我就是要来做公亲，甲恁说好，两方一定要和解。假使若是无听从着我的劝话呢，我好汝公亲都变庶子啊！好汝，虽然你是风动武林一个好汝，我庄稼人也绝不能伤杀你的性命。今天看你面子，用阮对三母的老命存在吧。真多谢，但是另外搁再一个条件，你绝对袂使你伤害着伊大刘青，明你解决着伊中原人，你是毋是可以答应我呢？如不能答应的话，我好汝也有相当拍算的咧。哦，你的要求未免太大了，但是无照你的要求的命令，好，带领你初次跟我见面呢。大刘青，我可以用阮着的身躯，所有的中原人，我可以赐予活命，请。啊！你安尼甲劝和，也伊即卖药单无给我，我倒得要翘起咯。放心啦，放心啦，袂死啦。哎，哎，怪哪主，你来要讲安尼啊？哦，我一个独生呢。啊，你一个独生本来应该是爆发，等下等待乱了了。唔过你即卖来遮吼，当这个庄稼人伫咧拼命中间呐，规个这个毒汗拢总流出来哩咧，所有。五脏六腑的这个毒汁拢总逼出体外，也安尼已经好去了。哈，安尼好去啊？安喏，该啊奇怪。嘿，啊哈，啊我想到啊，安尼看我拍算去，予恁这两个干么看盘啊去？呵呵呵呵呵呵呵，啊！你个怪孬子，大兵哪人好？啊！你是安怎咁来看？你哦，做代志输人气。哦，咱三个人见这个庄稼人，你都安尼炸死。哦，啊，假鬼也来遮一个妖鬼贪嘴水，也叫人都甲你拜，安尼要甲人啉烧酒，所以听了真不平啦。我唔只调工，下阵参迄个魔毒茶壶，大家斗空，也互你烦恼一日。说落去，你为着你的性命，唔只来甲这个庄稼人拼命，安尼即阵哦，唔只甲伊拼无输赢，也即马耗入一个来，两派唔只会当和解。说落去，安尼咱即边算胜利了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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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安尼好。若要上创景吼，我安那未创输你讲实在，三怒前辈。恁不应该在这个天魔宫当着伊庄稼人的骨头，现在需要就是苏贤人啦。苏贤人被着这个人兽白金刚擒捉，未知生死。恁三母应该都爱到深山古坳去找找苏贤人，才合理呀。哈，安尼好，你这个讲的话真合理。好，你两个呀，好，赶紧的吼。来找找苏彦文，可要紧哦！是的，是的，请了。哦，妈妈，你敢真正遐无情？妈妈哟。看到这个好路，别听教伊说人摸不说人。我若听到好路在咧靠伊父亲甲伊母亲呐，实在我目屎拢尿都要流出来。好靠咧到地，规个骨杂拢焦软去，无咧元气可甲人骨头了。好路到底什么秘诀？好路所言这支扩松棒是什么宝贝？凭叫拍掉呢，钢铁变散。
连这个庄敬林、赖无影、齐无忠的老先角也惊这个好路，这就奇了！哎呀！人众人免大惊小怪，庄敬林自有办法好对付着这个好路。简单讲一句，我是一个老身甲多行深过的人，来拍死一个女人，难免会受天下的批评啊。如果若是伫要拍死着这个好女白琼呢，我会找找着这个武林公家，这个人无人性。但是这个人最尊重是尊重我。你若是见到这个武林公家的时阵，就将着我这张批信摕回看，自然伊就会甲做起非常的好事啊！遵命，遵命。交代言语，记记在心，岂有言？众兄弟啊！今日庄家人交代的众人的批信，赶紧找找武林公家，好解决这个后路。竹书叶门，一山过一山，一岭过一岭。伊也唔该拆只路白，同时也无要改白。同时的书叶门在人手的掌中打滚，也不能多脱。生死边缘，受了一种的煎熬。树呢中间有一位老人发觉着苏阳文比了这个人手轻巧，抛着不平，赶紧得要登去召集人马，要来解救着这个苏阳文。比了人寿该拍死了，人寿怒放宛然天崩地裂，霹雳交加。这只人寿将着苏阳文原在擒捉在江中，唔愿放，向着深山古雾的进犯了。
团结。团呐，团呐，啊！